胡蒙跟胡猴，胡猴是机警性很高哦，然后敏捷性很高。胡猴呢，在右手边可以看到尾巴是有黑白相间的。现在是小朋友来到整个六福村来体验胡猴跟胡蒙的体验区啊，所以看一下，这都是参加的一些的人啊，挥挥手，嗯，胡猴跟胡蒙哦，这是团员，他们来这边，还有包括一些入住在这边游客才有这样的体验，嗯。那等一下还有喂食狐猴的体验，嗯，小只的那个就跑了，那个就是狐獴，嗯，还有跳来跳去。然后工作人员，嗯。好，现在小只在爬的那个就是整个胡蒙，嗯 ，OK， 拜拜。